声中呢，我们喜宴呢也渐渐的来接近尾声哦，为您送上了美味的佳肴以及呢甜美的冰品，希望大家呢可以呢感恩加滴滴，好来心里呢高兴来吸好心，哎呀，先行旅行的朋友，祝福你们阖家平安，谢谢。青春娘，感谢您带来欣赏。那我们喜宴呢，也即将要来渐渐来接近尾声哦。那明天是一个快乐的星期天，周休假期，祝福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夜晚。感谢呢所有呢赞助的大哥们哦，祝福你们今天呢花小钱，让你们明天开始赚大钱。